接下来啊，和李麦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表演。还有互相长大，其实都改变了古典的交响乐章，这个就是古典与流行的碰撞，是碰得非常好，对，撞得非常开心，撞得妙。本晚会由抖音 APP 赞助播出，上抖音开视频点亮2021，领最高888元的红包，上抖音抢新年免费好礼，由非遗传承人纯手工制作的比标生活相机，今天晚上10点整，1元就可以秒杀了，只需要来打开抖音，点击左上角红包图标，或者是搜索“跨过2020”进入到我们活动页面，下方找到“文化中国新年”限量抢购，真的。祝我们领地会发光，本晚会由全新 OPPO Reno 系列特约播出。在同样的新的一年呢，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对给大家送礼物，特别是我们的好伙伴网课专业大咖。